台北大中华新闻继续来看，讲伫咧园林的湖水里，有一条长大约三层楼的豪华楼梯，两边哦是种满各式各样真水的花蕊哦。原来哦，这是一对夫妻，为着要让患病爸爸会当来到家散步健身，佮会当招朋友来到家乡花所打坐的意外收获，就是亲戚朋友知影了后，就爱来家开讲报道。美丽楼梯种满各种花蕊，真侪人都会来遮翕相打卡。这个所在其实有一段故事，原来是八十二岁厝主张三雄，伊的后生看到伊有年纪啊，身体出现一挂状况，才会扎做这条楼梯步道，让爸爸会当行一个运动。因为在山上一个老人家没有是退化比较快，那就是用种园艺让他浇水，让他管理。哦，你想要回运动，让他可以动啊，让他动一下，有疗愈，对，所以疗愈的阶梯是这么来的。对，是本来是没这个名字，是他们在取的。这条楼梯已经搭做六年的时间了，边的花蕊每天都需要浇水，热天的时阵一天甚至浇水两到三次，才能维持花蕊的水。出租张三雄也欢迎游客前来观赏。我们喜欢有客人来跟我公公聊天，讲话，让他觉得好像这边还是像以前一样哈，人很多，比较没有那么孤单啦。这个每天都要浇吗？所以每天都要浇，夏天可能要两次或三次。这样就很麻烦啊。但是为了要漂亮啊，要让大家能够有这个疗愈的阶梯可以走。你每天为了出去感觉？有落差啦，上工啦，心情好，上工啦，系啊。你若敢会甲斗压？但是还水啊。朋友也要来看嘞。朋友来看，那么不是都要翕相啊？不是要你翕相的对吧？哎呀，完美照的对吧？哎呀，嘿，迄正话啊，无理人。哦，是哦。正话足老的，但是都规个点点，好亲切，好朋友。但是拢来你翕相哦。伫个楼梯正恢复高龄的爸爸会当出来行行咧运动，嘛来寻回得到好心情。这条楼梯嘛代表着子女对爸爸的孝心。大庄新闻综合报道。